放眼望去，整条道路全被白色浓烟给覆盖，以为是有火车经过，可是仔细一看，开过去的不是火车，而是一辆客运。到家里，妈妈看见真欢喜。这辆客运就像小火车一样，才开过去，车尾就冒出大量白烟，但客运司机却没察觉，一路往前开，而这个景象全被民众给拍下。车子冒烟了还在开，不知道的人赶快跟他讲一下，如果他不知道的话，然后你跟他讲，他可能自己也不知道。事发地点就在暖暖车站附近，一辆客运下午2点多准备开去保养，但出发前就发现车子怪怪的，没多久就开始冒白烟。只是这里车流量大，真的是有够惊险。经检查为涡轮增压器故障，驾驶在发现行驶途中冒白烟，应立即停靠路边检查，等待处置。驾驶处置不当，本公司会再加强教育训练。火车快飞，火车快飞。再来看一次画面，白烟飘散整条道路，吓坏不少驾驶，也让拍摄影片的民众事后配上音乐搞笑讽刺，希望业者能够注意行车安全。记者黄少明，基隆报道。